嗨，大家好。有人场创建三人，准备啦。准备喽。烦 不烦？33264，这个是谁？到底是谁？他到底是谁？他搞得我好烦哦！你到底是谁？你到底是谁？是你哦，好吧，我不认识你。那、啊、下午好，晚上好。你怎么称呼那个最爱繁星？怎么称呼你嘞？好吧，立就立了，算了，我去拿药。算了，不要好了。哎、欸，好，我去拿药。我要用1分钟的时间。结束哎、欸，蓝蓝蓝蓝呢、欸？厨房号。啊啊！是不是叫我搞事啊？没有大帅哥啦，大帅哥最近痘痘长好多，不是大帅哥啦。明天可以，明天会跟蓝蓝玩一款游戏，你们明天可以来看看哦。刚刚开台前一直嫌弃说我要吃药，我要吃药，就发现我药忘记拿，我连药都没有拿，就想吃药。大家怎样？没有，没有限定，没有限定。哎、欸，三人的话限定啊，三人的话不能一番，好不好？
不要一直抢连装这个东西，因为三人没办法会连装，很恐怖。过去就是出海，可以可以啊，我不过去就填海而已啦，没事。没有在看木瓜啊，不是木偶，木偶帮我剪的影片。玩的过去就是天海了吧？哪玩的过去就是龙鸟？没有龙，没有龙，没有龙票。弄啦！弄啦！完了，没有了，没有了。没有了，没有了，你不用担心，我不是质疑色。我哭啊！要冲！我怕完是吗？那我就时间。可惜是懒懒看不懂日嘛，一直要找时间教他玩，但他没有空。超级看不懂。没事，你看啊，这个画面日马就是三个凑一起看，三个一样的，或是三个顺子的这样子玩。啊，那。下大雨啦！
你讲那个私下解路那才恐怖哎、欸，每次都是火鼠跟谁柴鸟看到我的任务房。然后我们就整天在打 boss， 很痛苦。当时的我害怕极了。没事啊，你真的想学，我在私下好好慢慢教你。这游戏就是三个、三个、三个跟两个凑一起。看哦，这边是两个，然后这个是三个，然后这个是三个，然后这个是三个，然后这边两个。所以刚刚不是三个、三个、三个、两个吗？所以其中就是这两个要变三个。哦，雨好大声哦，听不到声音了。是吗？先摆后面，没事啊。我还在等你的光遇耶，只是光遇的 Switch 联动好像要月中吗？没消息耶。蓝奶已经不玩人王了啦，你不要再提人王了，蓝奶已经没有人王可以玩了啦。好了，结束了，下面一场准备咯。你测试是在看聊天室的延迟吗？等一下老天上线了，我点不到这个。好，下面一位嘎嘎醉醉醉醉，你有这只啊，到底氪多少？你可不可以把你的称号亮出来？我相信你不单纯哦，对不对？醉醉再按一下啦，醉醉。想你吗？你想我吗？反而是跟阿鲁米想说啊要练功，可是这个时间练功真的太恐怖了，会延迟，会卡，延迟会卡。Switch 的，不是 Switch 的，怎么说？头发很香哎、欸。那发型香喷喷吗？我听到声音了，我要调大声音。チクリンが悪さを働いておるに違いないのじゃ。パン。ドラが。カン。パン。ラン。傻小。你照给我大一点哦。好吧，很大，对不起。哦，金色泡泡啊！刘欢安啊，我的金色泡泡！
去死！我说你最好给我痛一点哦。嗯，游戏死人暴力就是死在这边了。很哀怨呐、啊，哎、欸，刚刚进章很顺呢、欸。可以满哦，我无所谓了呢，讲真的。啊！什么啦？什么东西啦？他真的要给我哎、欸？叫什么？一气。リーチ一発一次ドラドラ。ハネマン。啊！你讲什么话？啊！你说什么？脚好痒，抓一下，假赛啦！哎，优化型的话，你是不是要跑图了？看一下。还没有，好，关掉。小三元，感谢佳佳的续订。你怎么整天在喂那么好的牌啊？同一个人一直说，我看一下。哇，好像坏掉了。感谢佳佳续订。那个场外6002，看有没有跟他玩。
捷云，抱歉了，重开了捷云。29161。好了，这样，昨天虐了 boss 一次，今天下午被 boss 虐了一次，哦，还好啦，今天是解任务，是我只想要第二名而已。小正太，打爆他！哎呀！这样还行耶，神社のチンチクリンが悪さを働いておるに違いないのじゃ。谁？李奇呢？你太快了 ！Boss， 住手！哦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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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住手了。老师安安，砍差一只，差一只。最後の十枚になっても、わらわは緊張しない。全然緊張してないぞ。不是吧？太扯了吧！还好我不是庄家。神社のチンチクリンは悪さを働いておるに違いないのじゃ。什么啦？什么啦？你是不是带自己的牌啦？每次都这样子。好恐怖哦。屁啦。哎呦！
哎呦！算了，打掉，统统打掉。緊張しない。全然緊張してないぞ。あ、失敗しちゃったかも。盲点。你要平胡。好了，我们很安全的过完了东山。まさか一位を取れてしまうなんて。今日もみんなと。一喽，感谢柴鸟跟叶子。哎，还好啊，这一次的很快就下来了呢。哎呦，很像不错呢。有听巨人，等下栗子就可以去尿尿了。干呢，干呢！哎，你们的 boss 开房喽！神社のチンチクリンが悪さを働いておる。按错了，我按这个。你不要再一个一个打咯，我再警告你最后一次咯，你不要再一个一个打招呼了哦，你每次都这样子，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办哦。三，哈喽，老鸡他再一个一个洗，一个一个打招呼就ban了他啦。啊，给他死。
桥啦。哎，二三四，他是脏哎。我已经讲了三天了哎，连续三天一直讲一样的话哎。金曲，你有没有在听我讲话？你不要再一个一个打招呼了哦，这样在别人眼中你是在洗版哎。他没有延迟啊，我已经讲了三天了。我好，喂，我一开始是好心好说的跟他讲了三天，真的真的。第一次 ban 了他的是小鱼。哎、欸！啊，慢慢慢慢慢慢，想当然，嘎嘎，你要讲什么？想当然，先通过我这一关吧。啊，好像对，好像是无名吧？不是，不是小鱼啊，小鱼已经很久没看台了。再听一个，丢掉这个。兰兰也不是说到有空啊，他，哎、欸，真的哎、欸。结束啦，打三百。感谢银贤吗？我觉得这不念贤吧。感谢广告商。我以为大财抢进来了，你知道吗？所以还是念弦呢、啊，弦还是弦。Hey Nano Days， 你不会玩三马啊？其实就一样的东西，只是没有万字的东西啊。因为三马很容易做大牌啊。弦。我到底要不要直接翘班来抢修罗嘞？你要好好想清楚呢。马天安安，很可疑。哎，他刚到了自己的宝牌，修罗是四个人，然后可以换三张牌。等一下再三十分钟就可以让你看了。
为什么碰就碰要讲讲那么多？繁星到底对多少人讲说私下好好教你？不多欸，目前要好好教你的就是你，你知道吗？你超没有空让我教你的欸。不对，第二次听到我讲这句话，而且都是对你讲的好吗？牌怎么跟刚刚一样啊？左三四次啊！我以前讲过。我以前对谁讲过啊？反正都是讲一些白痴的话吧。龙德斯，好大哦！结束了，结束了。欸、我还没搞清楚状况，不好意思，好大、哦，好啦，感谢喽。对吧？这款游戏就是这么刺激。原本可以想说啊，没有怎样啊，那你突然就是一个玩家突然不见了。嗯，啊，我比较常讲是，我们私下谈这样子吧，我们私下聊聊，应该最常讲这句话而已吧。来，我们私下聊聊。哎、欸，你敢再算继续算这个东西的话，就把你给 ban 了哦。我对你可以不客气哦。我彩鸟复活了，东西。谁在魔力打字啦？蜂蜜芥末鸡排堡，我靠！去死啦！我对小林蛮常说私下好好聊的，可是我从来没去找过他。可不可以不要带自己的牌进来玩啊？那很累。对嘛，打招呼这样打不是很好吗？一个一个打。老实讲，这角色也是挺吵的哎。
有人的黑历史让自己被排挤吗？什么黑历史？哇！连续打三招都会讲话哎、欸，哇，太扯了吧！耶、yeah, ，魔兽棒棒喽！魔兽棒棒喽！我今天适合剪片，你说今天这一部吗？记录档没有吧？很难剪呢、欸。要那种戏剧化张力的那种才好剪。小鸡鸡啊。他让我鸡鸡变大了。要来播一首《梦醒时分》吧。哇，怎么棒啊！刚刚防心刚打白板心脏也是蛮大颗的，我就打、啊。我就不信他有啊，打出来帮他完成他的梦想好吗？你看刚刚圆梦就是那张牌，毁了他的梦也是这张牌。哦哎呦！什么小鸡鸡？我要拼李三好吗？再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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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来呀！忘记会连中跑来抢房，哎呀！
我好扯哦，说啥呢？我知道台北暗杀星吗？我 S2 就在玩的好吗？下去，好啦，准备抢房了，感谢。忘记怎么念。Lucky 哎 ，Lucy 吗 ？Lucy 吗？感谢。两个男。还有 boss 不是大才，大才是泡芙，泡芙真好吃。那个 boss 房又满了吗？那之前跟蓝蓝玩的那几款游戏，可能就不会再玩了啦。因为出了点状况，那些他的游戏，玩不了了。对啊，大才说不会玩了。火鸟配不是火鸟啦，火鼠配柴鸟。就这两个组合超恐怖的啊！我每次我已经连续三四天打那个活动场，都跟他们在玩，就还好只是活动场。火鸟，柴鼠配火鸟，你知道我会背你吗？拜拜。怎么我好幸运？那天还好，那活动都很简单，就只是有一次也是要前两名的嘛。我还打修罗场，我还第三名，你知道多难过吗？他不是键盘教练啊，他是问我说这几款游戏你有没有玩过，有没有听过啦？我怎么可能没听过？一条不能绿啊！
ドラドラ。八千。満貫。谁？又是谁在我旁边讲话？啊，又是同一个。反正刚刚想说要玩日麻还是玩 POE， 刚才在玩 POE， 就剩下五分钟的时候啊，不行不行，地图还没跑完，赶快先跑一跑。哦，还真的好，好讨厌哦，当然。哎呀，我要躲起来，好吵！我骂他，那我骂他。嗯，不会玩就不要玩啦、啊。哎、欸、咻！喂，你真的难过了吗？没有啦，赶快啦，轮到你了啦。人类，阿鲁米晚安，半夜见，阿鲁米。湖北人也太好笑了吧，好像之前听过这个东西。哎、欸、昨天的四安科差一点点，我真的觉得好难过、哦、昨天在想那件事情。一直想着。我只有在那个赤羽之战有玩过人和吧，可是那时候赤羽没有这个牌型，所以没有不算在里面，就蛮哭的。你妈还贱人呢、欸！干他好贱哦、喔，比赞，北兰，白目，偷看台。好啦，现在是修罗咯。
我先去尿尿，尿完尿再来抢，不行，不能先开房才尿。回来了，懒懒就是这个鸠罗之战5852206。那我当时把这游戏载回来玩，就是刚好这个活动刚出，懒懒还在吗？懒懒，先睡着了吧？啊！我觉得寿司醋饭真的是个魔性，吃寿司的醋饭竟然不会有饱足感，会一直吃哎。哦，你还在哦？等一下看哦，等一下就是起手把三张牌，看是给对家或上家下家这样子。可以啊，这个手机也有，这个手机也可以玩，所以半夜兔窝一大堆人都在那这么玩。是不是跟空，空云的网络是不是不好啊？那就这样子选两张牌，等一下有人上线我点不到，他吃面都加超多醋，我只看过他吃大肠面线把醋加到爆，你知道吗？我是有听过其他人这样吃，没有亲眼见识过。然后当我见识过之后，我就问他说我会吃一口，然后他就让我吃一口嘛。当我要吃第二口的时候呢，他就跟护食的动物一样，就是把他的面端走不让我吃，超好笑的。因为他是说不要这样吃啊，这样子对是什么身体不健康什么之类的。我说你也知道，那你还这样吃？他就是可能大肠面线咬完之后会有八分满，对不对？他把醋加上去，就大肠面线变成十分满，满出来的那一种。然后后面加醋之后，我吃过那一次之后，我也觉得蛮好吃的。然后之后就是我家附近不是都有大肠面线嘛，半夜去买的时候，然后回来的时候也是自己再把醋加到饱，是蛮好吃的啦。是不是很有画面？那护食的样子。我是没有注意看我吃的过程，他们在看我。我如果我在想说，会不会我吃的第一口的时候，他就他是一种
很难过我的食物被吃掉的那种脸，我应该会更笑出来吧。神社のチンチクリンが悪さを働いておるに違いないのじゃ。护士护士，繁星安安最近才订阅的，安安你好，以后来多看台哦，多打招呼，多看台。虽然跟防疫无关，但是你这样做我很开心。最近火气太大，嘴巴破三个洞。我前阵子才破过，最近因为天气转凉，狂睡，还把那个脸上的痘痘开始好了一些些。然后你看，刚刚不是一个人结束了吗？那、我们剩下三个人，还是会你死我活到剩下最后一个，或是排结束。所以。我们都在这边在做梦想牌。然后这样子是不是你会更开心？什么东西更开心？你给钱我当然开心啊，拜托，杰云爸爸对我最好了呢。我都是心心念念的祝福着你可以抢到房间，跟你一起玩国士无双。对啊，就是一个人糊完之后可以继续糊下去，比较好做大牌啦，不用担心谁小鸡鸡把牌弄小，把你的牌弄断掉什么之类的，我坏爆，我那坏爆，跟杰云爸爸一起国士无双不好吗？那我等一下，好，我跟你讲。等一下你进来，我把通通的字牌、幺九牌通通丢出去，好不好？跟你玩，我不做国士无双，就算我手上有六种九牌，我通通打掉了，好不好？金鱼爸爸，白痴哦、喔，爸爸，你害我吃了啦，我真断幺九了啦，爸爸。感谢杰云的225元。哎、欸，爸爸，我不用断幺九了、欸。爸爸，我手上13张打掉吗？我跟你讲，其实13张要丢掉，丢掉3张，我直接关掉游戏了。我不玩了。不要叫我爸爸雅思才是，可是雅思很少来看我的台啊。有时候雅思都是要 Q 到之后才会说我还在哦，我有在看台啊这样子。因为通常云月开台就顶多关台后雅思才会出现啊。仍然一番，没事。慢慢爬垫底就好，我也没有，我就只是个小蚊子、小水蛭，慢慢吸，好吗？我也不是什么大老板，要压榨员工，不给薪水什么的。
竹林が悪さを働いておるに違いないのじゃ。搞不好等下杠个北风啊，然后杠到七呀、啊，然后就四宝牌啊。对不对？再来，再杠起来，杠起来。砰！哎，今天团团不是有出那个吗？那个麦块小知识的东西。我对了八题耶，就只有铁剑跟那个是什么啊？我忘记了。啊，那个稿子耐久度的，因为那个我是有 F 3加 G， 我会习惯那个，但是我就是忘记是1400还是1500。那个哪是小知识，那是好不好？而且鸡蛋那个我是知道几率，而不是趴数几分之几，八分之一的几率，可是换算成趴数我就是算不出来。他们户外教学你没参与到，因为他们是前一天露营的啊，就是前一天露营，然后那一天啊，隔天我们就去民宿吃火锅，隔天才去团团的那个餐厅咖啡厅玩。矿石掉经验值，我知道啊，绿宝石那个啊，绿宝石是比较多啊，这个我知道啊。可是因为那时候我有在查那个经验值这个东西，然后连生怪砖的东西我也知道啊，生怪砖最多的是那个啊烈焰神，再来才是安德，好像蜘蛛也很多，我忘记蜘蛛是多多少了。睡不着来跑图，好，我上线了，修罗场比较可以顾，来来来，跑图跑图，你看捷运爸爸，我就这样子丢出去，木土好啊，可是木土的话，那木土的话我要全程开着问号哦。都说我不要叫你爸爸好，要叫什么捷云 daddy。 叫妈妈，我的天！日麻麻就可以，我的天哪、啊！哎、欸，日在大陆的那边用醋不是那个吗？用词不是，所以你是日麻麻吗？杰云，起不来。李姐，见不到，见不到，见不到。
你们应该知道我在讲什么吧？我变大了，我怎么变大了？哇靠！干什么？我只是一只小水蛭啊！日在学院里面包含一个动词。好啊，算了算了算了，电梯向下。我只是小小的碰碰壶而已。看一下，那还好啦，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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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讲话好怪哦、喔。我要跟他讲，我已经给过你一次机会了，但是他还是会。为什么你不喂我？很痛欸。房号多少去了？我记得很难念欸。房号是多少啊？哎，不错哎。再来这一张，打掉这一张，拼这两张。下家分数在嘴了，没事，我昨天也在骂人啊。昨天我的分数也是在骂人的啊。断腰也要等这张来啊，这张来才能打掉这一张啊。来了是不？欢迎来到场外40191，每一局都有人被飞，什么东西？下家出牌不对劲，为什么？那他为什么要立直？不是说国士无双的东西不需要立直吗？等一下，我动不了了。我一直点到购物商城。然后吃，然后是这样。平和不是要听顺子的前后吗？不能听眼睛的那一个。
是吗？哎、欸，还有哪一个牌是不能听自封的，也是平和嘛，对不对？哇，真的好怪哦！你，你的一条嘞，在谁那？结束啦！不要吧，不要吧 ，no 吧 ，no 吧 ，no 吧的 ，no 吧的，朋友，在床上牵，在船上牵手会。会掉好了，那个清晨月还是灯晨吧，单一次哦，十万才结束，谁十万才结束？要下雨了，雨下一整晚。喵喵喵喵喵喵！啊，你以为 BOSS 房要十万才结束欸？哇，那会打到两个小时，打不完啊！西四局打完了，我的天哪，打到西四局，你打多久了？有没有半小时啊？神社のチンチクリンが悪さを働いておるに違いないのじゃ。
冥河不是不能自封而已吗？什么东西？听正听吗？也是可以好吗？我想说，刚刚有点想拼正听，你知道吗？反正有听牌就好了。冷冷冷冷的。刚刚拼平和啊，我要同顺啊，要讲来不及了啊。平和场风跟三元不行，对啊，要别家的风不是吗？那时候有问过啊。阿倩的啦，什么东西的？我台是转圈圈了，喂。好奇问一下，你怎么打掉五六万？
乱打，乱打。没有，本来想说拼那个嘛，七队啊。那再来七队做不成，因为看到五已经三张出去了啊，就把五六打掉了。五六步的能玩，这边还有五六好吗？还是更多的五六？你看有五六，有五六，好吗？我觉得他是混一色啊，岭上开花。哇，而且刚也快结束了吧，其实那刚散了就散了啊，对不对？悪さを働いておるに違いないのじゃ。パン。才东山抢什么房？打哈欠打到眼泪掉下来了啦，把西风染成绿色，应该把这染成绿的啊。干嘛绿西龟哦？哦，雨声好大哦。
全然緊張してないぞ。狐狸嘎仔，我没有打出来。完了。哎呀，长。什么东西我在好白痴哦。重开什么？神社のチンチクリンが悪さを働いておるに違いないのじゃ。怎么个子还真的烧花烧好久。耶、yeah, ！我
我不是最后一名耶、yeah! 好的，感谢。哇，三十分了，三七分了。卫星敲棒，哦，你就是十大哦，那、啊、这个咧，这位是谁？哦，哦，我这边还是，哎咻，先放弃好了，哇。嗯，这就不要理他，对不对？三个加顺子嘛。悪さを働いておるに違いないのじゃ。等一下。教主，抓紧你手中的刺来吧，七星给他大起来。七星又是什么古意？全部自白各两张，可是古意没开的话，这不就只是算自己设而已吗？七对子自己设，没有啦，没有七对子啊，就自己设而已，不是吗？
干累。最后の十枚になっても、わらわは緊張しない。全然緊張してないぞ。ちょっと惜しいですけど、持っていても仕方ありませんよね。天杯。トイトイドラ猫に。好像是三人马的啊，怎样？怎样叫我干嘛？喂，这边干嘛？这边叫我干嘛？我断了吗？没有啊，有时候你们看到我没有按右下角这个东西，是因为Steam的通知有好友上线会挡到这边，我点不到，又点不下去。一手拿着泡芙，哇，然后就没吃泡芙了。神社のチンチクリンが悪さを働いておるに違いないのじゃ。好，不早点来哟。然后现在这边又有好友上线了。
那嘴好馋哦、喔！天哪，我吃东西哦、喔。我家里都是这样，老一辈爱吃的那种饼干哦，那种特别特别干的。好像八倍哦。这不会剪精华啦，这个还好。我没有想要试汉哥，不好意思。我突然看清了现实，做梦对我来讲还是做梦而已。嗨 ，Coco， 要自己挤吗？是的。房号的话，你可能要自己回拨。啊，这种85206吧，是吧？没有，昨天四暗科变成三暗科，让我已经很难过了。砰！难过一整天哦、喔，哇，那真的很难过啊。你看啊。臭新手，天啊！杠啦，我不要啦！哪次不杠？这一次不杠好吗？
们两个现在在唱双簧吗？ちょっと惜しいですけど、持っていても仕方ありませんよね。哇，又是两人炸花吗？怎么办呢？油花，好，看好，他杠了，会不会是什么？哎，不是哦。最後の十枚になっても、わらわは緊張しない。全然緊張してないぞ。神社のチンチクリンが悪さを働いておるに違いないの。怎么了？不会烧了？要跑了吗？啊！你鬼刚在笑死，在笑死什么啦？你去call汤包上线是不是？看不懂麻将，应该看不懂在笑什么吧？反正就是我打牌，别人赢我的牌，然后就被说笑死了，懂吗？我知道你不懂，我也不知道那个人在笑死什么。我在吃什么？哦，你刚不在哦。持っていても仕方ありませんよね。我在吃老人饼干，很干很干，那种一定要配茶配水。刚刚那是什么声音？你说啪啪啪啪啪吗？因为刚刚吃饼干讲话的时候，饼干从嘴巴喷出来，然后有一些跑到键盘上面。我就拿起来敲，我也 get 不到笑点呐、啊，我也不知道在笑什么，我差点把他给ban了，你知道吗？老人饼干是什么？这叫什么啊？用饼干怎么称呼？就是。四方形上面一个洞一个洞，然后是有几乎都是加葱还是加什么的那一种。应该知道在讲什么吧？啊，对对对，苏打饼干。但是这个是我爸，因为是农会的那个代表，然后他去农会拿了一大堆回来吃。然后是那个什么是南瓜口味，你知道啊，反正就是自己的那种，感觉就是自己的公司，类似那种感觉，
然后当然就是会就会觉得说啊，这个就是营养，这是健康的，就开始拿一大堆回来吃。我就哦，他们要知道，每次拿一大堆饼干回来之后，都是我在吃的。哎，桃酥很好吃哎。以前不是小孩子的时候会串一串，然后再挂在脖子上吗？帮你举火。现在我没空哎。啊，那叫什么核桃酥啦，想起啊，刚刚在边打边想，是想说什么桃酥桃酥哦，核桃酥，想半天啊，那个又太甜了，你知道吗？那个大概小时候吃还 OK， 我长大的时候去吃三片我就不行了，牙齿会痛。八点了，好啦，先关台咯。啊，谢谢老居，我多了200块。好啦，晚点看懒懒电脑怎样吧，有可能会开啦，不确定哪一半一半。哼，八点，十点，好吗？十点，十点了。可能会有深夜台吧，我不知道，反正这样啊。明天是确定会跟懒懒开台啦。好啦，就这样啦，感谢各位，我们先这样啦。我去陪懒懒车麦克风，如果可以开台的话，可能11点前就开。如果没办法的话，就是明天下午5点，就这样咯，各位拜拜拜拜拜拜。